就是不会比别人唱差，哇！然后也不会心情很好，哎，对啊，是你看起来年纪很小，哎，对我今年21，我是那个 Lakuten Girls， Lakuten 啦啦队，团员之一，对，是不是？都不知道您只会跳啦啦队的才对，还会唱歌，怎么还会唱歌啊？就喜欢，然后这次就帮自己筹备了一个单曲，然后算是帮自己圆一个小小的梦，这样。哦，自己单有这个感觉啊，自己今天能不能打歌，还要看你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，好吧？好，要到紫禁城先过玉门关啊！来看看他害怕的歌。剩下的我承受，留下我们的狗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。那快发布，这种怎么可能？难度太高，这没有办法唱。真正的铁肺了。最后面有一句告白，那一年你没说来，一二三，请看。好，来，李佳薇大火，来了，两站型的歌太难了啦。好，这首歌，网友我跟你讲，等一下要唱有问题的话，就不怪我们了哈。我们做节目，对啊，然后他尽力唱，这是您的要求。是要遇上海，谁难过？
出来这么会唱，而且又是 Locking Girl， 又是拉拉队，对，会跳又会唱。你今天在间奏的时候就直接像张大明，我哪里是边唱边跳起来，来来，他的那个鼻音很有特色，很有特色，对，哎，不错，来徐老师，没有觉得就是不会比原唱差，哇。很多人来唱这首歌，就是很容易就是飙高音，飙到没有感情。哦，是是是。但是我觉得你从头到尾都是让他感觉在一个感情的状态里面。哎，许昌导演好，心情很好。哎，对啊，是你的。而且不会，而且唱这个歌他完全没有吃力的感觉。哎哦，到底能不能成功呢？驾驭这首歌的三二一，举牌。嗨，来，黄豆新歌给他打歌一下来。Music。谢谢我们骆驼。只一首简单的歌，没有什么独特，试着带入我的心事，它那么幼稚，像个顽皮的孩子，多么可笑的心事。
棒里面，对，就在棒棒里面的区间呐。然后它也不会多，也不会少，掉太多或者长太多也不行，很稳。哎呦呦呦，感觉很猛。来来来来，成绩公布，来了来了。现在最紧张的反而是杜丽了。是的，对，还有。